沉醉里依恋，恨绵绵沧桑历尽磨难，情切切心绪继续缭乱，愁重重狂剑怒卷波澜，风萧萧踏落飞花一片，雨寒寒忏悔摇马扬鞭，夜沉沉听我长啸落叶，云漫漫看我渡尽今天，舍得了似水红颜如常百转儿女情长，斩不断朝朝暮暮是是非非恩怨，抛得开春花秋月往事一袭情缘，放不下生死相依青山绿水美丽家园，爱恨情仇侠肝义胆，风流百年又是百年，风云夜雨峰回路转，过了千山还有千山，爱恨情仇侠肝义胆，风流百年又是百年，还有千山，爱恨情仇侠肝义胆，风流百年又是百年。成器的东西整天没个正形，这样王爷怎么看得上你啊？我干嘛让他看上我呀？哎，咱们两家不管怎么说也是表亲关系，王爷他没有儿子，只要你跟蓝玉，儿子咱们家的发达就指望你了。王爷他瞧不上我。哎，谁让他喜欢你了？只要蓝玉喜欢上你，你就是王府的主子了。蓝玉，蓝玉好啊，蓝玉长得可真漂亮啊，爹！我要蓝玉，我要蓝玉。你要蓝玉就去找他呀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们俩从小一块青梅竹马长起来的。哎，只要你跟蓝玉结了婚，你要什么，爹给你什么。不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蓝玉。好，哎，我找他去。哎，等等，穿上衣服，马上跟爹走。走走走走走。放下来！好了。放下来！放我下来！你放我下来！放下来！这啊！我不知道你还会咬人呢。我不是那种被人掳上马就不知道怎么下来的女人。哼，像你这种女人始终想和我在一起的。听着，一个月以后的今天我来迎娶你。王爷。王爷啊。哎呀，王爷你好啊。坐吧。大伯好啊。坐吧。我很长时间没见着大哥了，这心里想得慌。前天不是刚来过吗？是吗？我感觉又很长时间了。也想着王爷很久没见着恩伯了，所以今天特意带他过来走走。哎，恩伯最近干什么呢？我呀，他一直在家念书，连门都没出过。哎，对对对，念书是好事啊。不过也得常走动走动。哎，我看他身子很弱。哎，大伯，你怎么了？蓝玉在吗？这孩子一点礼貌都不懂。坐下。哎，坐下。没事儿，一家人嘛。
蓝玉呢？蓝玉应该在花园里玩呢。哎呦，那我找他去。不，哎，坐下。爹，你就陪大伯坐吧，我去了。安伯，你让他去吧。哎呀，王爷见笑了，这孩子就是心实，心里老想着蓝玉。说起来，这蓝玉和恩伯也是从小青梅竹马，一起长起来的。想当初小时候，他们俩在一块玩儿啊。嗨，哎，哇，嗨，好，记得好，记得好。蓝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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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蓝玉，我给你捡回来了。谢谢你啊。我陪你玩啊。可是我不想跟你玩。可我想跟你玩啊。你，哎，你真的想跟我玩啊？小金，你玩吧。哎，那你跟我走。走走走走走。哎，蓝玉公主肯定要这一趟，有的好看的。快，天心哥，你要带我看什么呀？你看，哇，来，这马是谁的？他是我的，昨天刚认识的新朋友，我给你们介绍啊。伙计，这是我妹妹，她叫慕容，你看她长得漂不漂亮啊？哎，她说你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。你也很漂亮。哎，试试吧。来。哇！坐好啊。哎，就。蓝玉，我们上这儿来干嘛呀？先上房顶再说吧。好啊。哎呦，不好玩，不好玩！房顶有什么好玩的？不去，不去。为什么？太高了嘛。那你是不是男人？我当然是男人了。那就上啊。上。还是太高了点。可是人家就想上房顶嘛。你要是不陪我玩，我走了。别走，别走，我上就是了。我从哪儿上啊？那你跟我来吧。阿才，在。王爷有什么吩咐？王老爷还在吗？回王爷，他还在等您呢。哦。哎呦。你慢点。怎么样，这上面好不好玩啊？蓝玉，这房顶有什么好玩的？咱们还是下去吧啊。蓝玉，你害怕了？不，我怕。你别怕，这样我去拿一条绳子，一头系在你的腰上，一头系在房顶上，这样你就不会摔下去了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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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着。你慢点啊。驾。天心哥，这马跑得好快啊。当然了，他可是带头马，带着一群大家族呢。哎，他有名字没有啊？没有啊。哎，要不你给他取个名字吧。闪客好不好？闪客。嗯，好，这个名字好，很像大侠，我喜欢。
只可惜我不是大侠，跟着我很委屈的。你那么爱打抱不平，我说你是，你就是。好，不如妹妹说我是大侠，那我就是大侠。啊，驾！怎么样，不怕了吧？好点，好点。蓝月，咱们玩什么呀？你先站起来。好。我们呀，玩这个。哎呦呦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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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、哎哎！你替我干什么呀，蓝月？站矮一点，这样才不会摔下去。哎呦！王安博，你平时是不是特别喜欢欺负人呢？没有啊，我从来不欺负人。啊，其实这儿挺高的。我一会儿不小心把你推下去了，你会摔成烂泥的。蓝玉，你别吓我。蓝玉，我听说你好像常常欺负那些丫鬟。没有啊，别听他们瞎说，我没欺负他们。哼，你跟你爹一样虚伪无实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欺负那些下人呢、啊、我就把你推下去，让你知道什么叫烂泥。好，我不敢了。其实这儿挺不错的，我呀是很少带人到这里来的，你呢应该好好的欣赏一下，不要辜负了这儿良辰美景啊！哎，你自己玩会儿吧。哎，蓝玉，你别走啊，蓝玉，蓝玉，蓝玉啊，蓝玉，蓝玉，蓝玉，哎呀，哎呦，蓝玉，哎呀，蓝人啊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老爷什么吩咐？哎，你听外头是不是我们家恩伯的声音呢？没有啊。你没听见？没听见。啊！来人呐！哎呦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哎呦！我，哎呀！岂有此理！他左家竟敢这么对我儿子，真是太可恨了。老爷，别再恼火了。这说来说去呀，都是那个小妖精迷了恩伯的心窍，他怎么下得了这么狠的手啊？哎，以后啊，再也不能让恩伯遇见他了。你懂什么？那小丫头就是再厉害，恩伯也一定要把她娶进门。老爷，您气糊涂了吧？现在你们就被戏弄成这个样子，要是娶过门，还不要了咱们的命啊！啊！妇人之见，真要把她娶进门，就是我要他们爷俩的命了。不信，咱们走着瞧。爹，喝茶了，来。啊。慕容啊，嗯，来，啊、哦，怎么了？你长大了，越来越像你娘了。爹，你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来了？哎，女大不中留啊。你娘临终前把你托付给我，她希望你长大后能许门好亲事。爹。我是看着你和天行长大的，天行是我儿子，你也跟我亲闺女一样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爹，你怎么想起说这个？你俩都不小了，爹是想找个好日子给你俩成亲。爹看得出你心里有天行。我是越来越老了，总有一天不能再照顾你们了。天行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，把你交给他，爹就放心了。爹，哎，哼，哎呦！
小子，你活得不耐烦了还是没被我打够啊？我非得每天踹你两脚你才能睡得着觉啊。哎，你这臭丫头，你爷一天不打人手就痒，幸好有你每天免费让我打，我开心得不得了。你呀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？嘿嘿嘿，不想知道。我呀，最讨厌你这张臭嘴。哎，这臭丫头，你真把我惹火了。我哈，真不容易呀、啊、我打了你这么久你才发脾气，你的脾气可真好啊。恶婆娘，幸好你只是王府的烧火丫头，像你长得那么丑、哦、又那么凶，嫁给谁啊、哦、最好嫁给那个胡大爷，让他娶了你每天给你打。什么？你说我是烧火丫头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跟你拼了！啊啊！呜呜呜！我还打你！快！就算我揭穿你的身份，你也不能这么急着杀人灭口吧？喂！啊？你这个人怎么一点都不害臊啊？明明打不过我，还死不承认，还嘴硬。哼，嘿嘿。啊！拿去！喂，烧火的丫头，你每天在王府偷东西，你不怕被人家发现吊起来打呀？喂，哎，你明天还来不来啊？喂，你明天不来，就算我赢了。哎，这么小气。嗯，臭丫头，凶是凶，偷了的东西倒是蛮好吃的。喂，那狗又没惹你，你干嘛打他呀？没关系，一会儿给他几块点心就没事了。哦，哎，你在骂我呀？我骂你干什么？我又不认识你。说的也是啊。老伯，您刀使得真好哎！天天使呗，所有的事都是相通的，熟能生巧，你每天看两眼，哎，就会在心里留下印象。照您这么说，那学什么东西不都很容易，根本就不需要人家教了？当然很简单了。哎呀，有些事情不像你使刀这么容易。哎，比方说吧，那练武光看就能学会，那必须得有名师指点的。天下的事都是相通的，我觉得练武和割草药也没有什么区别。哼，老伯，您说的真好，我不说了，您慢说。嗯，不管有没有师傅教，如果你没有认真的去学，那么一定什么也学不会的。禀王爷，二位请坐吧。啊，好，请，请。今年双魁会的事情，我都叫人安排好了。王爷还有什么吩咐？你安排就是了，我信得过你。是王爷。文先生，双魁会是我们这儿每年3月3的必要庆典，这回你要好好看看。啊，双魁会分花魁和马魁，女人比美，男人赛马，这每年都是很热闹的。到时候我一定好好去看看。谁说女人一定要比美了？哈，蓝玉，快过来。爹，哎，我要去参加今年的双魁会。好啊，公主如果参加，一定能独占花魁。嗯，谁说我要去选花魁啊？我要去赛马，我要去夺马魁。蓝玉，
你又在胡闹了，你是女孩子呀，哪能去参加男人的赛马会呢？啊，让人笑话。我才没有在胡闹呢，谁说马会只有男人可以参加？我也要去比试比试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该乱套了，恐怕不大合适吧。有什么不合适啊？自古以来我们这里的女人从来没有参加赛马的先例呀。那我就是第一个去赛马的女人。不行，这不合规矩。你其实啊，规矩都是人定的嘛。既然公主有夺马魁的雄心，王爷，我看今年赛马会的规矩也可以改一改嘛。只要马好骑手好，不管男女都可以参加。而且公主这个举动正好说明双魁会是王府和百姓共庆的日子，是深得人心的呀。嗯，爹，师父说的对。温先生，你这马屁也拍得太离谱了吧。邓总管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警告你，以后跟我师父说话客气一点。哎，蓝玉。爹，我不管了，反正今年的赛马会我赛定了。哼。哎。嗨。倒茶。爹，魂不守舍的，你这孩子都这么大了，该收收心了。爹，我是在看您给人治病呢。哎，你这孩子明明从小就不爱学医，现在居然用这种话来哄我。你是在气我吧？我说的是真的。好好好，您别生气，您不愿意让我看，我走就是了。天星，干嘛呢？抓来抓去的。啊，没事。江奴，干嘛？等一下！嗨，江奴，干嘛呀？你把扁担放一下。啊，这个手借我一下。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吼！哎呀，疼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谢了啊！顺天行，我胳膊断了，我非告诉你爹去。预备好了吗？嘿嘿嘿嘿嘿！看你的样子是有备而来呀、啊。是不是又练了什么劈柴功、镰刀功啊？这可是我们家传绝学接骨鹰爪功。啪！臭小子，你还真学了几招吗？嗯。喂，这么认真干嘛？反正你都是要输的。开玩笑，天天都输，总不能叫我一辈子都输吧？哼，这么有骨气啊！
么了？生气啦？说真的，其实这次打得蛮好的，真的。你以前只是胡乱的打一通，从来都不看人，可是现在你已经学会什么劈柴工啊、镰刀工啊，还有接骨鹰爪工啊。你在笑话我？我干嘛笑话你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干嘛婆婆妈妈的？来，起来，走吧。来。哎呦！哎呦！哎，你没事吧？拿去吧。哎，一起吃吧。嗯，好。去那边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不能老是叫你臭丫头啊。你告诉我，你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好了。我？嗯。哼，我叫帅天行，叫我天行就好了。天行？嗯。喂。嗯。你想什么呢？嗯。我叫蓝玉。蓝玉？嗯。蓝玉。嘿，我记住了。蓝玉，啊，蓝玉，啊，蓝玉，哎，我问你啊，嗯，那天在王府教你武功的人，是你们王府里的人吗？嗯，嗯，那他是哪里的？我不能告诉你。不会这么神秘吧？难道他逍遥客？哎，不会不会，他不像。他不是逍遥客，如果逍遥客现在还活着的话，那他肯定是个老头子了。你也知道逍遥客？当然啊，他可是大英雄呢。我也这么认为，他是个大英雄。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的话，我一定要拜他做师父。我也希望像逍遥客一样成为一个大侠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，而且呢没有人可以阻挡我，多自由啊。毕竟你是女人，想法太单纯了，当不成大侠。如果我当不了大侠，你也当不成。为什么？你连我都打不过，你还想对付其他人啊？你，叫什么叫？你有神经病呢？啊！虫子，虫子，虫子，虫子！啊！哎，我来帮你抓啊！哎哎哎哎！红尘多少燕儿美。多少心儿碎，多少故事能完美，世间多少人儿喜，多少人儿悲，多少相知难。哎，我刚才是被绊倒了。春天去了春又回，我是来帮你抓虫子。哎，虫子呢？哎，别动。虫子已经被压死了。哎，你看这虫子多大，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你好恶心呐。哎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你看这虫子多大。你讨厌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哎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你看这虫子多大呀。哎，你看一下。讨厌，我看一下，我看，你看一下。讨厌。你哭了？没有啊。别骗我，只要你一哭我就有感觉。来，坐下。有什么事跟哥说。没有啊，只是我想到阿爹越来越老，总有一天不能再照顾我们了。哎，就是为了这事儿啊。还有啊。还有什么？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亲爹亲娘啊。哎，爹跟我对你还不够好啊，你何必想这些事呢？就是因为你们对我太好了，所以我才会害怕。
因为美好的东西总是很快就消失了。把手给我。嗯。那，我现在教你一个办法。只要你喜欢什么，想要什么，要把什么东西留在心里的话，那就把手摊开，闭上眼睛，闭上。世上你喜欢的东西，想要留下来的东西，你就把它放在手心上，然后就紧紧地握住，握住啊，千万不要放手。然后深吸一口气，打开。好，你所想要留下来的东西，你喜欢的东西，就会钻进你的身体里，再也不会消失了。记住了。嗨，以后啊，不许再为这种事情去哭了。哎，人总是会老的，我们也一样。要是有一天爹不能再照顾你，哎，还有我呢。不要哭了，好吗？老伯，老伯啊，我还怕你不来呢。你看，我带来了酒跟菜。小伙子，找我这个老头子干什么？请您喝酒啊。请我？哎，嗯，好酒好酒啊。怎么样，好喝吧？哎，痛快痛快。小伙子，你为什么请我喝酒？因为你帮了我个大忙嘛。哦，对啊，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回去仔细一想，哎，里面真的很有意思啊。哎呀，我一个山野村夫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没有那么多学问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老伯，您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，都很管用。您记得吗？我要跟那个臭丫头每天打一架，以前我老是输她，现在你也没赢她呀。可现在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了，她的出拳出腿我都能看得见，甚至于她的下一招要出什么我都能知道。哎，就是难躲了一点，不过我相信呢，要打赢她的日子离得不远了。那是你的事情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怎么会跟你没关系呢？要不是你的指点啊，哎，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，从此呢，我就开始踏上了习武之路。几十年之后，我的名字必定会在江湖上远传出去，成为当代大侠。哎，您说，您帮了我多大的忙啊？您笑什么？哎，老伯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可真的要当大侠的。小伙子，你很喜欢习武？当然了。为什么？嗨，喜欢一件事情需要理由吗？你喜欢习武那是你的事情，当然不需要理由。可是你要是想成为一代大侠，那就得需要理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做了一代大侠，那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。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？嗯。老伯，你的话很难懂。哎，你要请我喝酒那是你的事情，我来不来那是我的事情。小伙子，哎，谢谢你请我喝酒。哎，别客气，我走了。哎，老伯，你上哪儿？我上哪儿是我自己的事情啊。哎，老伯，酒啊。得帮我爹干活，今天病人很多。原来你还会帮别人看病啊？当然不会啊，但是端茶送水我总会吧。看你也不像那么聪明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不是我不聪明，是我不愿意学。那你爹岂不是后继无人了？不会啊，我还有妹妹，她愿意跟我爹学医。原来你还有妹妹啊？我从小就问我爹为什么不给我生一个哥哥。还是没有的好。
如果您有哥哥的话，你恐怕就活不到现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人烦人呢，你哥哥早就悄悄地把你掐死了。你，哼，我知道，你一定是知道呢，我比你妹妹好，所以你才嫉妒我哥哥，才诋毁他。如果我有哥哥的话，这第一呢，我完全知道你不会比我妹妹好。第二呢，你没有哥哥就没有如果。第三，退一万步来说，就算你有哥的话，也是跟你一样长得又丑又凶，还是在王府里烧饭。我嫉妒什么呢？我哥哥替人烧火做饭，不是吗？烧火做饭，你呀真是的。哎，我没说错吧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跟你计较了。哎，果然是疯丫头。哎，帅天行，那是你的马吗？对啊，怎么样，棒吧？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闪客。闪客？他跑得很快吗？当然啊，比闪电还快呢。哼，你呀先别吹牛，这叫天外有天，马外有马。哼哼，哪有比他更快的马？我们3月3号马魁会去比试一下，如果你真夺了马魁，我就服了你了。闪客，走。喂，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？帅天行，你又不是我什么人，我干嘛听你的？你我怎么？你气死我了！你哎，喂，你背后偷袭人，太不光明磊落了吧？对你这么讨厌的人，用不着光明磊落。哎，今天我一定赢你！休想！快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没去哪儿啊？医馆那么忙，让你妹妹这么累，自己倒出去玩，你不害臊吗？我没去玩啊。啊，爹，你先吃饭吧，一会儿再说。您不是说吃饭的时候说话胃容易受伤吗？爹，您不吃了？好妹妹，你又救了我一命。嗯，这什么做的？豆腐啊，好不好吃啊？嗯，好吃。哎，天行哥，你今天去比武了吗？去了。我告诉你件事。今天是我打赢了，我大获全胜。真的？哎，那那姑娘呢？那个姑，不提她好不好？我好饿。那多吃一点。嗯。慕容。哎，爹。哎，慕容，我有点事出去一下，要晚点回来，给我留门。嗯。啊。爹，您路上小心，慢走。哎，爹这么出去干嘛？哦，你看。今天是新月夜嘛，每当新月夜的时候，爹总是要出去的。哦，慕容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先出去一下啊。哎，你去哪儿？
峰兄，你来了。最近身体还好吗？身体还好，就是老咳嗽。我给你配了几味草药，你伤得太重，落下病根，不容易好。如果能找到天香草，那可就好了。我也找过这种草，但是没有找到。要找到这种带灵气的草，或许要讲缘分的。逍遥兄，你也疏通一下经脉，我来给你扎针。好啊。我看过了，没事的，可能是野物。哦，那还好。顾飞的儿子还好吧？好，就是太顽皮了一点。顾飞夫妇因我而死，嗨，可恨我这身体不能够为他们夫妇报仇啊。逍遥兄啊，你还是怪我不肯让天行跟你习武吧。没有，我能体会到你的感受，况且孩子是你抚养大的，这也要讲缘分呐。看着他一天天长大，我这心呐也越来越重。我是不想让他将来也卷入江湖中的腥风血雨，我只想让他平平安安地活着。唉，天意呀。天行哥，哎，怎么了？这么看着我？哎，你昨天是不是偷偷的跟踪爹去了？哎，爹不知道吧？我猜的。哎，慕容，这件事千万不能让爹知道啊！我知道，不过你要告诉我。我不能说。永永远远，永永远远，永永远远。天是地的传奇，千千年苍茫无际。月是星的传奇，千千夜静默无语。剑是花的传奇，千千断香寒光霹雳。你是我的传奇，千千世缠绵不弃。是沙的传奇，一次次相遇分离。我是冰的传奇，一次次生死相依。泪是爱的传奇，一次一次次化成蝶双翼。永永远远，永永远远，永永远远。天是地的传奇，月是星的传奇。